如果有一辆自行车能坐三个人，而且能够遮风挡雨，还带全景天窗，你是否会对它感兴趣呢？来自 B&B 公司的 Bicyclet 就是这样一款三轮自行车，它的造型特别有意思。它跟其他的全封闭或者半封闭的自行车不同的是，它就是在一辆三轮自行车的基础上增加了外壳，车内的脚踏板和车架与普通的自行车无异，但后排却可以乘坐两个人，而且还带安全带。后排座位下面配有电池组，可以为车辆的灯光系统提供电力，同时也可以为后轮的电机提供能源。 Bicyclet 车身很大很宽敞，它的顶棚和四周都是全透明的玻璃纤维，具有非常良好的视野。正常情况下，踩动车内的踏板，自行车就会以很快的速度前进。如果车辆满载或者上坡时，可以打开电动助力，这样自行车的时速就可以保持在25公里每小时，续航里程最低可以达到40公里，而且爬坡度可以达到20%。它的最大承重量可以达到300公斤，即使不拉人，拉货也是没有问题的。现在不少地区都拿它来当出租车，您觉得这样一辆自行车怎么样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。